会议通过。报告院会，报告事项第五十二案至第五十八案，国民党党团有异议，逐案列入公报记录，请议事人员一并宣读。宣读后，均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，请宣读。第五十二案至第五十八案为本院民进党党团拟具《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》《立法院议事规则》《委员需公用等拟具立法院组织法》《立法委员互选院长副院长办法》《中华民国宪法》《立法院议事规则》《委员参议员等拟具立法院议事规则》等议案，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未交相关委员会审查。宣读完毕。继续请宣读报告事项第五十九案。